我们学校独轮车呢，开设有独轮车骑行、独轮车马球、独轮车射箭以及独轮车篮球特色课堂。骑独轮车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刚开始我们只能骑不到一米，会把我们的腿啊或者是脚什么崴了或者是摔烂摔破。骑了独轮车之后呢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懂得了坚持，